首先吼，要甲陶书记多谢吼。咱伫咧三米九的时阵，这两百乡镇吼，不管吼雨偌大、风偌冷吼，但系寒啊死准，嘛是安尼吼，到迄个农地就吼，啊，伊为着要教育咱台湾人民安尼吼，啊，事实上嘛足成功的吼，伫台中吼，啊就我所知影讲吼，逐个人拄着讲，即台湾以上吼，大家拢对高层就是就尊敬。啊，今日咱麦九吼。伊吼、哦，不管伊是反无，还是讲个做，伊是正派吼，啊，总是伊是要总是同意安尼，啊，但是伊安尼副作用啊出来，咱人民足火大个吼、哦，啊，即火大，咱人民即马大感觉讲无对头。啊，虽然民进党伊有即马十三号伊要出来吼、哦，啊，即马足侪人咧烦恼讲，啊，十三号大家出来了后，啊变安怎？吼、哦，啊，甚至即个闷三锅，啊，即安尼即个闷气啊，怎样甲透？啊，拄啊，咱大家嘛知影讲，咱对民进党真失望。啊，咱吼、哦、是毋是讲，郭书记有啥物方法会当来改变即、這个迄落吼？啊，佮咱即个吼、哦、新世代吼、哦、有真侪，第一家经理人虽然因要世代交替吼、哦，但是有真侪有较多是，啊，所以咱即个动作吼，啊，中国伊即马伊毋是讲互拍，伊是互买个安尼吼。啊，咱台湾当然啊，佫足危险的。啊，咱即大家足烦恼的时阵，啊，是毋是？请问，郭主席，你会安怎佫吼，互咱遮的百姓吼，会当一个安心？啊，安怎会当佫带领咱大家百姓吼，会当吼过来吼、哦，为台湾过来拍拼？多谢。即个肉的吼，咱大家做起来就是讲，即个肉的即无良啦吼，啊，佫无心啦吼，上好吼，佮。挂出去上好啦吼，但是你嘛，咱也讲无即个，唔是讲咱国安尼想，咱安尼讲就会当安尼做。最上要紧也是是即个政党吼，也是民进党出面吼。啊，民进党讲吼，即个气大啦吼，啊，唔是民进党气大，台湾人气大啦吼。啊，要游行嘛，是无？啊，要游行吼，即大个人游行的参加的人也真多啦。但是大家吼，也阁有一个声音，就是讲，啊，你刚才游行了嘞，啊，啊，个吼游行以后了，啊，你都阁几个所在去啊嘞？啊，所以吼，即撮吼民进党该吼，那就讲提出这个大家来游行了吼，用这个人民的这个气势吼。啊，其实民进党家己来促进这个国事会议，民进党来召集这个国事会议啊。啊，但是吼，这个国事会议吼，这个咱就讲，哇，这个问题未解决，上好若有国事会议，过去就先来解决嘛。但是这个唔通袂记个讲吼，国事会议本身是啥物事呢？国事会议本身就是讲吼，你政府无能啦，啊，唔则就去开国事会议，啊无吼，政府有偌侪权呢，啊，行政权也好，立法权也好，啊，啊要开国事会议，讲大家来吼，啊又听大家意见，安尼做一个结论，安怎政策安来决定，就是表示讲政府已经无办法了。政府无办法才来开国事会议，所以开国事会议，你要叫马英甲你答应吼，就予马英认定讲伊无办法啦。啊，即个敢轻安尼答应，你讲伊无办法。所以吼、哦，国事会议吼、哦，迄当时即、這个蔡英文律师提出的时啊，实在是真好的想法，真好的时机啦。但是吼、哦，方法。袂记得讲吼，你这个国事会议的内，这个是啥物款的？你一定着吼，国事会议你着迄个重量，你着迄个重量，你才有法度吼。你若讲吼，你当时国事会议你莫家己发表，你去找李登辉先生，叫李登辉吼老先生出来讲，咱着开国事会，你捌开过嘛？哦，啊有成功嘛？啊！你若安尼食国事会议就开个成，无正开个成呢？哦，
啊，但是你蔡英文那里也不是什么人咯，个人上款的普通一个小市民咯。啊，你讲这么大的问题，讲国事会议啊，啊，结果嘛也插到我们插边嘛，啊，所以这么好时机，这么好的这个，那就讲 idea 了哈，啊，啊，也是你蔡英文提出会雕，也是你蔡英文会雕。无菜，真是无菜，哦，啊，所以他拄仔咧，像你问的迄、那个，咱游行，我希望游行以后吼，啊，要讲叫蔡迄个，要叫迄个马来讲来召集这个国事会议，大概无可能啦。民进党来去看卖咧，哦，叫这个老先生、那個、李登辉先生出来，哦，马来讲什么什么蔡英文啊，马来讲什么苏贞昌啊，叫老会出来啦。啊，我今天成功了。